2020年第一條片啦，大家好，我係羅文，咁見到我就知一定有新嘢玩啦。咁我哋今日咧就嚟到位於尖沙咀嘅呢個 Sandbox VR， 為大家介紹一款對戰嘅 VR 遊戲 UFL， 即係無盡對決，係啦。咁事不宜遲，就而家開始。 咁喺大家玩之前咧，就記得身上面要著好曬一大堆裝備啦。咁包括咧，大家嘅手腳咧都會有一啲感應器嘅。咁然後就著上呢個背心同呢個背囊，係啦。咁準備好咧，就可以差唔多玩噶啦。咁我哋而家開始啦。誒、哎。 哇！打咗死我，咁兒戲嘅。啊！今次換個武器啊！今次換呢個長矛。 可以打兩邊嘛？啲長矛係攻，啲長矛係呢個係長，啲三叉戟爪係可以打兩邊，劍係平均型。因為長，因為啲矛係擋一次就會唔夠氣，繼續懟落去。 唔得喎，支沙叉機好難打喎、哦。係，經過剛才大概10分鐘嘅激戰啦，咁大家覺得個遊戲夠唔夠刺激、緊張咁樣咧？不如再講講先。係啦，咁我咧就係一個資深嘅格鬥 game 迷啦。咁我剛才打落去咧，見到就係、喂，隻 game 其實變化性好大嘅。咁一來就佢有3款唔同嘅武器揀啦。咁二來佢就係除咗打之外咧，其實佢會跟你打嘅位置需要去擋嘅，即係人哋打你個頭，你唔可以擋個身就擋到嘅。你要跟翻啲防禦位置嚟擋啦。咁就會變咗做。 唔同人有唔同嘅戰術，成隻 game 打落去都十分之開心。不過有少少問題就係，因為其實隻 game prefer 係2至6個人玩嘅，咁我因為得2個人，咁我哋試下差唔多啊，喂，玩10分鐘定玩20分鐘好啊？點知咧，我哋玩咗10分鐘之後咧，就頭曬汗啦。係啦，咁就剩翻交俾 Angel 講一講啦。嗱，咁本身作為一個格鬥 game 嚟講咧，咁呢個 game 嚟講比較最大嗰個感覺咧，就係佢嗰個攻擊判定係做得好仔細嘅。咁唔同武器咧，會有唔同嘅戰術啦。譬如話用爪係用一個短距離攻擊啦，用矛就可以用一個長距離攻擊，專係掃腳啊、吉頭咁樣啦。咁佢呢個就做得非常之仔細。咁喺 普通我哋以前啲VR game 係完全見唔到嘅，不過當然啦，運動量係非常之大嘅，所以大家玩嘅時候咧係有心理準備㗎。
係啦，咁我哋今次呢隻 game 嘅介紹咧就差唔多嚟到呢度啦。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就歡迎嚟翻呢個 Sandbox VR 啦，約埋啲朋友一齊嚟玩啦。好，就咁樣啦，拜拜。